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Fnatic 战 Denmark， 主角是咱们传奇狙神 DSN 欧洲传教士。兄弟我苦啊，帮忙点个赞，顺便来波关注，同时请正经评价。地图是 New， 此时阵型是一 B 两三楼两外，快速奔向铁板。尊帝架枪瞬间三杀到手，没子弹换手枪，但是残血还好，狗蛋火枪同时抛出四，最终狗蛋结束本场比赛。此时阵型三 B 一三楼一外，快速扔出擦墙三，同时对方要出。多人爆闪，瞬间爆头一，还好狗蛋略阵二，狗也击杀一人，第二人在基地，这补防能力也太强了。此时阵型两 B 两三楼一外，迅速扔出 B 通三来到铁板。手蛇五随时封烟，此刻那场有情况，需要回防抛出五，快速上三楼。但对方并没有直接出来，扔出三白红房做试探，果然对方还在北京。此刻必须消息有人，快速抛出四炸必通，正想回三楼时土匪已在近点，近点靠墙架枪，对方爆闪及时躲避，回头甩枪爆头封杀。虽然残血仍然出了架枪，此刻内场有动静，叫来狗剩配合闪光，此时奶狗击杀一人， DSN 先挂踢狗剩，同时爆闪迅速上去疯狂泼水，基地配合完美下期见。